Freedom is the right of all sentient beings.欢迎收看 POU 游戏娱乐传媒为您带来的速成宝典节目。今天为大家请来的还是我们 WE 战队的主力队员米萨亚若风。Hello， 大家好。这个若风是好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再次请到若风来做嘉宾，感觉非常的亲切呀。对。啊，今天若风要给我们演绎的也是他在团队里边打的一个主要的位置。主要的团队位置是一个物理输出。AD、物理输出型英雄是 AD 英雄，我觉得我们要重新理解一下什么叫 AD 英雄，就是那种物理攻击加成，并且是属于算远程型英雄啊。对，一般都是远程型英雄啊，然后是属于以物理攻击为主的英雄，像艾希、艾希，然后小炮、女枪，就是这个崔斯坦娜，然后像女枪这个好运姐，再加上薇恩，还有飞机吧？对，飞机、EZ 这些。也都算啊 ，EZ 啊、哦，对对 对 ，EZ 也算，但是 EZ 是很少出现在像比赛什么 Dreamhack 啊，或者是 WCG 这种比赛上面。EZ 它最近会有一个加强，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上场。哎，那你的 EZ 会不会很拉风？我的 EZ 还行吧。好，不能夸大了。那一会儿我们有机会的话再把 EZ 录一下吧。但今天要录制的这个英雄呢，也是非常潇洒的暗夜女猎手薇恩。也是近期才出的一个英雄，但是每次想到这个英雄，就想到他那个戴眼镜的那个头像，然后想到那个头像，想到那个米娅那个画师。哦，对，把那个画成了那种特别囧的脸。我知道崩坏型的那个画，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这个薇恩这个英雄总体应该怎么操作的话，我觉得靠我们的口头去解释的话还是比较难的，不如就马上进入到游戏当中，看一下若风今天怎么给我们演绎这个暗夜女猎手薇恩。行。好，现在我们进入到游戏当中来看我们这个若风的暗夜猎手薇恩，还是带着皮肤的呀。对对对，最近买了一个皮肤。哎，这个新皮肤非常的拉风，两只脚张得特别开。对对对，感你这不感觉他买了皮肤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感觉就有 AD 加成一样，特别厉害。嘿妹。对，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在我自己那个游戏里面的个人签名改了一下吗？原来我是这样改的，英雄联盟的皮肤竟然有 AD 加成，我以前怎么不知道？是、啊，然后很多人就单聊私聊我嘛，然后问我真的，然后这个表示那段时间买皮肤的人可能又多了很多，对，都是由你引导的。对，其实是开玩笑的，就感觉嘛，像买了皮肤好像变厉害了一样，然后别人会觉得我是很奢侈，其实啊，其实你真的很奢侈。不，我们也是用的那个比赛发的奖金嘛，哎呦，然后发的奖金 QB 买的啊，对对对，佛嘎。好，我们看一下，两边都是带有辅助奶妈的，但是显然这个我们情侣比索拉卡的奶更加充足一些，是的。然后对面是一个打野的巨魔，我们这边打野的应该是夜魔吧。好，这个夜魔呢也是咱们 POU 的解说 Jerbot 赵同学，小胖同学，然后他是表示一定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游戏当中来参与录制，然后就选了一个夜魔进来打野。好，我们这边 CV 了一下，看了一下对面，但是好像若风对对面没什么兴趣，主要是照一下看看出门装备是什么。跟分路什么的其实应该影响不大，看到对面的，因为是打路人，我也不是很想去下路啊。我发现那个对面的情侣是带的一个梅吉坠饰啊，但是我们这个索拉卡呢是选的一个回蓝的小项链，是可以合成工资装的。对，那个和梅吉坠饰的话应该是要奔个女神之泪什么的吧。哎呦，神照啊。对对，一眼就看到了。那我也说一下吧，现在打 AD 的英雄一般都是走下路跟一个辅助，但是考虑到打路人，一般的话大家都是走的单，玩维恩这种英雄都是走单会更多一点，所以说我也是走单，而且这几个人都是认识的啊，就是说你要单路的话，他们你要中单，他们也绝对不会跟你抢了。对，
其实一般像你们这个 TGA 的比赛当中，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出来，一般 AD carry 的话都是在下路有一个辅助来保的，然后半坦的那种英雄就去打野，然后上路跟中路一般是两个 AP 法师中单上单，下路一般就是 AD 加辅助，然后一个打野的。我说一下我的突然略卡我说一下我的那个天赋和符文吧。我的符文是15点红色雾圈，黄色和大的是攻击力，本来蓝色准备带攻击速度，但是因为没买，所以就带的是魔抗，成长魔抗。就是说他的可以维恩的符文是可以以攻击速度为主的了。不是可以带攻击速度，他比较需要进攻性这个英雄。但是我印象中有一次我也是玩的时候，有一个维恩是带的全套固定攻击符文出来，他的攻击就已经上90了。也可以。点的我特别疼，他带了个多兰出门。然后说一下我打法吧，我以前。按照超 X 的打法是主一副 Q 的，这样的单体伤害会很高。主一副 Q， 但是最近我比较喜欢另外一套打法，就是主 Q 副 E， 以及 W。他的 E 技能是可以把人这个往后面射一段，就击退一段距离。如果说击退到墙上的话，哎呦，打得他好伤啊。对。如果说击退到墙上的话，也是会对敌方英雄造成一个眩晕效果，而且可以增加一点伤害吧。是的。然后他的 Q 技能呢，是相当于一个扑，这个叫什么前滚翻、后滚翻、侧滚翻，反正就是翻滚一段。翻滚。哎，有人出来了。这是一个影谋啊！赶紧嗑药，赶紧嗑药，要死了！哎呀，他应该也死了，送一血过来。那么也是跟他换了一波，他的闪现过来挺盲目的，我觉得这一波我不会亏吧。他们闪现都用两个，只不过那个一血是多了100块吧。对，我也买个眼出去，他这样的干透的话，打路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其实这样的话，那我中路会占很多便宜。他如果这一波不回家，肯定是要被我打残的。你多了300块钱之后，就比如果比不回家的话要更不一样多了。我说一下主 Q 的打法，强就是强在他 CD 快，主 E 的话就是说E轮爆发很足，伤害很高。Q 在滚的同时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效果加成呢 ？Q 就是滚完了之后，下次普通攻击会更伤一点。哎，看出来。那么他要回家了，我看看。看能不能阻挡一下，干扰他回家。哎呦，滚过来是被塔 A 了一下。他这样的话，他这一波经验吃不到啊，我会直接推到塔下去，把他给赶出经验区了。然后这边是 CV 到了，巨魔正在打红 buff， 我应该可以抓他。他也是不敢打了。他看到了，有感觉。对，然后中路他也是一波经验吃不到，这一波我感觉我很赚，一个兵都没吃到。这种打法的话，我第一个装备选择会是一个工作鞋，两把多兰刀，然后出一个耀光。耀光对于他的那个提升会很大，很明显。耀光就是使用技能之后，下一次的攻击有加成。对，其实先出灯笼也是不错。一字又来了，这怎么确实是众矢之的啊？这么爱干给你。哎呦，他打得挺准啊。我刚刚也是忘记插了，我先把它放了。主要是刚才觉得炸到巨魔之后暂时比较安全，谁知道上路 miss 了也不说一声。说了我没注意，这个附体有点小。这样的话我等一波线吧。好像这个瑞兹的皮肤是也是送的那个，对，就是内测玩家达到30级以后可以送一个永久的免费皮肤。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个他突然一下，我在6级的时候可以反击一波。6级？对，我觉得他的大招也是一个被动效果吧，是没有主动的技能可以释放。是主动效果。他开启大招会获得攻击力加成和那个被动效果的4倍提升。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大招不像艾舍那样是有一个技能出去的。对，是给自己一个变态的状态。对，好像他开了大招之后，他的 Q 技能，翻滚之后就会有暂时的隐身效果。对，是的。而且他最变态的是追击敌人，在一段范围里边离敌人越近，
然后自己的移动速度就越来越快。嗯，反正追人的话，那个人是肯定逃不掉的。是。对，这个英雄也是。好的，我六级了。之前说是美服把他给和谐过，因为前面确实太……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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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危险！他肯定有想法，我觉得他肯定有想法。对，但是你这个时候跟他硬上的话，估计是比较亏的。那我们看看双炼金单杀的 EZ。嗯，炼金好像也是一个很喜欢只要单击就行了的英雄。那我现在就出三把多弯刀，其实出两把或者三把多弯刀都是可以的。增强一下线上和前面的生存能力。哎、嗯，我们刚看到这里应该是，对面的巨魔放了一个眼。嗯。要不要给队友说一声？好，放个眼。我印象中你点天赋的时候，好像是攻击天赋上面是点在了攻击速度上。对，点了二十一，没有点那个。没有点法穿。那个队友没用。嗯，就主要以攻击速度和穿甲那几点为主。然后还有增加对小兵的伤害。对，感觉现在攻击已经挺高了，挺不错了，才七分钟，113的攻击力，关键是这个多兰剑对血量还有加成。好像下路在那边搅来搅去都很暧昧，感觉对面的人总是在选择一路进行一段时间的小小的骚扰之后就不管了。哎，我看一下能不能去下路，还能跟诺克顿一起。啊，看我们这个诺克顿到现在还魔腾，国服叫魔腾，魔腾到现在还没有开大招进行任何的动向。那好像上面是照了一下，应该是照到你们了。哎，射到墙上，射到墙上，再来一下，下路。嗯，你想杀了一个，可惜人都不是我，我就回到中路。嗯，我们这个小胖同学抢人头的能力是非常厉害的，嗯、不是抢人头，是蹭人头。哎，他好像听到人说话，先把龙打了。应该是人打的。黑喂狗，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Here we go。嗯，因为我印象中好像黑喂狗是上海赛区的一个队伍的名字。行。嗯。咦，他直接闪进来想抢这个龙，但是已经被你拿掉了，而且他还被你射在墙上，非常的伤。射晕了之后，这边又被夜魔一技能控一下下。这人头怎么又是他的？是啊，跟你说他测人头的能力非常强的。这双 buff 其实给我会好一点。对的，就是关键时候队伍里边要学习一下如何让 buff， 知道吗，小胖？我现在魔不是很多，再打两个兵也就能回家。嗯，对面的蓝 buff 应该没了吧？好，野魔开大了。哦、这边瑞兹是应该是杀不掉的，察觉到了。我没有，确实不太容易杀掉，而且在中路你找不到可以把它射在墙上的位置的。主要是我魔不是很多，最多一个 Q 值。嗯、你个二货！说的是谁啊？瑞兹吗？不知道。那么我其实还有一种打法是负 W， 但是我这种打法不是很好。哦，我们看下路是谁？这个也很危险。就出装备先。先出一双风速鞋。对，风速鞋。眼线蓝宝石。对，要出耀光。啊。反正前期感觉蓝不是很够，就先买个那个蓝宝石撑一下。这种打法主要是要一直跳，一直 Q。话说这个，说维恩比较克的英雄很多，像这个吸血鬼，还有波比，是这样吗？啊，没有啊，波比维恩应该不克吧？就是波比，说是哪个技能朝他冲过来的时候，只要他翻滚一下，哦，这样的话可以让开一点。哎，我绕一下，看能不能杀他，我感觉是有机会。但是这边刚才那个眼应该没了吧？有消失了应该。但是可能好像还有别的保护眼。算是有这个感觉。EZ 死了，溺死。还没跳过。啊，下去。有红 buff 之后，追人会不会更厉害？很厉害。
我准备看能不能杀一下刺龙。但是线上不见人了。嗯，但是我还是以放为主吧，毕竟是一个后期英雄。嗯。刚才为什么要小滚一下？哎呀！再一个。先烧，稍微烧。耶！巨魔来了。打一只能弹开，弹开，但是巨魔这边直接开大了，一控到，控到，控到了，控到了，控到了。开了大招，直接先把他给做掉。啊！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漂亮。鼠标稍微有一点点滑，鼠标略滑，一会儿可以考虑换一个。主要是我们这边，最近公司生活比较造孽。嗯，还行。嗯，那中塔应该是可以拉掉。这个英雄一定要掌，在达到很高级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节奏，以滚为主吧。他滚的伤害暴露。节奏。对，节奏。什么时候该滚，什么时候不该滚。因为如果没滚好的话，就等于是闪到人堆给别人秒。对。哎，你这个就是射在小兵身上这个 W 技能引起的一个灼烧的视觉效果是他的皮肤带来的吗？哎呦哎呦哎呦，他好凶啊！给你来上个虚弱，然后最后一个是那样的辣。我也有点没看懂。他估计可能觉得他是有机会把你甩掉。觉得自己能力比较强。但是你的 W。就是给你的普通攻击造成一个叠加效果以后，它应该是会被你越点越伤的。对，那我出一个耀光，第二个我会先考虑出小黄刀吧，我感觉自己近视会好一点。平时我都是先考虑出近视，那这种情况我的线比较靠前，我红 buff 又是刚刚拿了一个，我往下面，我刚刚一来就看到他的精彩操作了嘛，我回中了，那下一个好像也是拿不到人头，啊，一红 buff 可以追着他杀，眼睛在上面单的好开心啊。嗯，而他比一队高两级。对，面筋的单线人也挺强的。还有这个英雄很恶心，我得给你们说一下。前面好像他被削弱的是他的 E 技能和 Q 技能吧？就是美服改过之后，国服改了吗？哎，看上面我有没有机会？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差一点点，大招差一点就刮到了。我应该是能够把他们都上去双杀。你找个点，你开他了。哎，他闪走了，没关系，还有机会，再来一下。啊，好强啊！这个英雄太变态了。好，他终于有机会把你做掉了。哦，他也有闪现。哎呦，可惜了，这操作失败。如果刚才你闪过去，然后再把他 E 技能打开的话，哎呀，这个恋情回头还捡了一个。刚刚我的 E 是飞地的，知道吧？啊，对，刚刚前面用过了。所以你闪开了之后，觉得如果他没有闪现的话，可以。他没有闪现的话是杀，我是可以把他放空中的。嗯。因为我是刚刚有一个穷 buff。嗯。然后再加滚的效果，应该是能够杀掉他。但是结果他也有一个闪现，闪过来给了你一锤子。对，挺可惜。那我们看下路塔也是能拉掉，我的三项也是快出来了，现在还是比较顺的。对，比较顺。你会考虑什么时候把你的三个多兰戒指卖一个一两个吗？出完三项吧，暂时不考虑是吗？现在是差1600，就差600块钱，但是差800块钱。嗯，你们打钱好快啊。他们那打我去的去不去应该影响不大。那你等级比他高3级，他要用硬拼的话肯定是死。那他有个减速。那清兵基本上两枪一个。The dark should feel me。漏了一个。好，这边照一下，看到努努绕过来了。我怎么感觉好像对面的人很散的感觉呀？嗯，又来了，又来了，你又来了。下午。第二，是这个红 buff 给了。嗯。很多杀人的机会。好，这个炼金拿着双 buff 下来了，应该是他刚才把巨魔杀掉之后留下的双 buff。The shadow。红 buff 吧。
哦，还好暴击一下，不然 buff 就比较强。这个我怎么感觉现在的玩家都怪会抢的呀？这种技能都能各种抢，还有那个艾舍拿大招用那个建设效果抢角龙的，有的有的，还有抢大龙的。嗯，看雷金现在我感觉很好猥琐呀。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差不多了，就开始出山放毒屁。哎，插一个眼，一两下。哎，到追不到。我还是中路打钱吧，感觉没什么地方去了，怎么？啊。哎，他们就很大白眼。哦，感觉很。哎 ，EZ， 大招控了一下，能不能走掉？应该是可以走掉的。野魔及时开大。野魔在做谁？这野魔在做谁？做的这么伤？对了。先做水，先做水，现在远处射一射，没法输出，位置不好。嗯，关键时候该进该退，还要判断一下自己的位置和地形，不要盲目的上。那白上，哎呦，索拉卡现在也没有大，但是感觉还是很危险。哎呦哎呦，所有技能都甩在你身上，五个人。一个大招，没有办法，三项先出了。嗯，上塔也是呆掉了。现在看一下，刚刚主要是我们少龙，而且不身高打了个位置。看炼金现在斗志昂扬，实在不忍心看到你被欺负。我跟他们说一起走吧。嗯，应该可以团一团吧。先打团会好一点。哎。秦女，先背回来，背回来呀、猪八戒背媳妇儿。好，漂亮。怎么浪费这个闪现呢？杀人走。那个维恩输出还是挺需要输出环境的。我开始这次有没有抓？要考虑一下地形吗？然后再看一下周围友方队员的情况。对。有时候玩这个匹配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就是比较强力一点的玩家玩这个薇恩会有一打五的情况。嗯，他到了后期如此之强势，但是落在我手上为什么就那么悲剧？这个英雄看走位吧，也是打的速度和走位。我感觉是看他那个 E 技能，该把人往哪边击退，好像特别讲究。对，这也是。有没有什么我感觉判断技巧？有人打一波。The dark should fear me。遇到了，但是暂时没有视野。嗯，这个位置其实可以考虑打一波的，往下路走吧。他的 E 技能有没有什么判断技巧呢？哎呦，想集火炼金，炼金打不死啊！哦，这里，炼金是不是已经出冰晶结账了呀？没有没有，还没出呢。刚才好像是看到一个冰冻效果，应该要么就不是他的，可能是你的那个你的三项触发的效果吧，或者是你努努刚才打了他一下。开了大招，但是被控了，没关系，有大。哎呦，这个时候索娜及时的从旁边侧面过来控了一下，伊兹的大招也空掉了。夜魔及时开大切入进来，但是切进来切的有点酱油啊，感觉。啊，努努开大了，努努开大了，先把他背走了。哦，下方打得好纠结。这个换这个人换的好危险，哎呀，怎么我们现在很卡呀？好像非常卡一样，刚才。好，先把这个关键的入口。但是。能不能把他女妖给破呢？算了，先三把。这波打的比较，追上来了。应该是没人替，应该是。啊，应该他们也不敢再追了。就是你们这边是没有死人的，他们刚才应该是各有一个努努。有维恩出银血刀的出发，哎呦，直接闪进来。先把瑞兹给做掉了，赶紧后退后退，选择一个在塔下的位置。这边夜魔是上去带了绿了一个人，但是没有控制。他们有时魔有点多。
奶 EC 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奶妈的神照能不能再照一下？感觉几个关键的位置好像现在都有可能会埋伏着人。那我看一下，我下个月也是要出那个什么，要出青雨。最后的青雨。这个房子，因为我还没有对方。那我还是出天地方吧，出那个无尽。无尽或者我出无尽好像会好一点，或者吸血刀。啊，饮血刀。之前也是想问你，他适合出饮血刀吗？挺适合。绿爪呢？绿爪也还可以。绿爪的话，我出的比较少。哎，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面单刷，如果他不过来。但是好像。我总觉得好像有很多眼一样。咦？在这边回城，直接先开打了。还好抓到他。先点他几下，没有着急的用 E 先把他射退，射击退去。还拿到了他身上的双 buff。是的。这个太赚了。还可以收一波。哎呦，好快啊！又有1800了。1800无尽的那个十字镐，跟那个暴击披风都可以。咦？咦？过来了，过来，过来，过来！你现在身上有个虚弱，我一技能先把它复制一下。对，他们后面也是过来了。反正现在塔还在，而且下面有支援。炼金来了，背一个回来。好，夜魔一个人去追两个人去了。好像有点远。干嘛要开这个 W 去追？你可以推一波，好像。嗯，可以把这个塔拿掉。哇，被定住了，但是问题不大。又背了一个回来。我感觉炼金就是这点好流氓啊，只要开着一个 Q， 然后塔前塔后随便走。哎，有他。啊 ，double kill。那我能感受。索玛还是经不住点两下。还是一个比较脆的位置，进步还是挺帅，好像还可以推。I pass。好像这次的 T 阶上面没有太见到若风用这个饮品。对，队伍需要吧。啊。他也是一个普通版的，是被削弱了。啊。我看到您用的飞机比较多，哎呦，炼金依然追了上来顶塔。哦，爷爷走了，他们都拿了这个塔，赶紧走。对，我也是能出到一个大件了，快。嗯。我考虑是出无尽还是出吸血刀，感觉出个吸血好像会不错，增加一下输血。上次玩 AD 卡牌，裸了个吸血刀，被喷了。像 AD 卡牌这种的话，就比较需要输血。爆发性的输出吧。嗯。先出个吸血刀吧，感觉这把出吸血刀不错。攻击力高一点会好。而且没有恢复说的。像黑切这样的装备不会选择吗？也会考虑，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吸血刀一点，它的攻击价值非常高，而且恢复能力很强。嗯，之前也是听说吸血就是那个黑切是比较适合在20分钟之前出吧。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因为它的中期的减甲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吧。哦。不像青羽这样，大幅度的去削减。反而青羽的减甲效果比黑切还好了。青羽的话是按百分比的。哦。因为打到中期、中后期，别人的护甲都会非常高。哦，糟糕。对。又长知识了。我等一个红 buff 啊，感觉。嗯。我们准备去打龙。准备先把男爵打了。对，哎，他这个毒能不能背一个回来？啊，背不了。这次应该是出了那个了吧？出了冰杖了吧？这次看这个装备感觉好像没出。啊，那刚才那个冰冻效果又是怎么来的？哦，是我点出来的。没有，是那个努努在他身上放了个 E， 然后他自己跑出来的。哎，这个地方埋伏一波。嗯。高银，高银。哎，炼金先上去吃住了，这个浓度太大了，先把它撤退。哎呦，野魔先对掉了，因为先把巨魔打下，不是说那放了个大，大家找机会，找机会，找机会。
啊，我好痛啊！射到墙上。没有。啊，白点也能点死他。Fry 啊！这儿，这儿，你欺负人家脆，直接越到基地来了都。哦，也是拿了一个四杀。炼金贵了。但我感觉，哎，也没血，我可以吸血。这儿。他们也是都死光了。虽然外塔没有拆掉，里边的基地不能水晶不能点，但是你们好高调啊！我也学习了，不要再出去。哦，我看对面投降了，这打个机器吧。嗯，你这个打机器是不是太嘲讽了？没有，对面投降，这机器是输的第二个人。知道呀，一般不是机器是输的人先打吗？然后赢的人出于礼貌和一个机器吗？确实是这样。那么这样到此结束。嗯。Freedom is the righ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Hello.欢迎回来，刚才看到我们这个若风操作的非常犀利的暗夜猎手维恩，对，一个新英雄。嗯，其实新英雄的话也不算是太新吧。嗯，我想一想，应该是国服最新的一个英雄。国服最新的是发条吧。哦，对对对，发条之前的一个新英雄。嗯，但是这个英雄也是出来之后风靡了一段时间。对对对，也是被很多比较犀利的玩家操作的非常变态，其中也包括若风。嗯，不是，这是一个路人王型的英雄吧。反正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点你一下两下感觉不是很疼，对，但是你好像只要站着被他输出几下，然后在他一技能打出来之后就感觉，嗯，是的，主要他是一个当E的等级挺高的时候，他是一个爆发性输出挺强的英雄。嗯，但是然后当他 W 等级非常高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你是多么的坦，你在他面前都是负赢，因为他的 W 是真实伤害，就是在天生带了一个绿爪的。嗯，每三下附加一次真实伤害，是一个非常高伤害的技能。那每三下附加一次真实伤害的话，对他的攻速要求也比较大了。对，攻速要求，但是他大招他是增加攻击力以及被动效果的提升，就是他往对方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快的攻速度。追击敌方英雄的时候，会越追越快，也不是越追越快，就是就一定范围内就是移动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对，所以他是一个路人很厉害的英雄。啊，有一段时间也是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不是很了解，就好多人一看到那个大招出来之后，你是不是开挂了？对，一瞬间的隐身效果，然后超高攻击力。嗯，那我发现就是你的这个 Q 技能和 E 技能还是非常讲究的。嗯，有没有什么这个心得秘籍介绍一下？如果是追人的话，你一定要 Q 往前 Q 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不是在别人起火的位置。然后在逃跑的时候，你 Q 一定要放好，因为你的 Q 如果没有触发那一次效果的话，会在会很晚，就是说你没有再滚第二下的机会。哦，所以说在逃跑的时候，你那个 Q 基本上只能用一次，那一次必须得用好。在逃跑的时候，那一次的 Q 一定得用好。对对对，然后杀人的时候，你可以从草丛或者说一个别人看不到的角落出来，这个时候你开大招会有一秒多的隐身时间，这个时候你就得把握好，你在隔很远的地方你开个大招，一个 Q 过去别人是发现不了的。啊，这个时候感觉有点像那个小丑的那个隐身出去的那一下。对对对对，然后时间比较短，在关键的时候你把别人射墙上，一个很长时间的晕眩。哎，这句话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把别人射在其实这个墙的上面，这个，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射在墙上。对对对，就是把人击退到墙上。他这个有攻击加成，然后而且又有很高的攻击力，还有一个眩晕效果。对，眩晕效果。所以说为什么维恩喜欢出那个饮血刀嘛？嗯，因为他的 Q 和 E 都是有不错的 AD 加成啊，所以说出饮血刀对他的提升很大。就是像这个 E 技能也比较考验的是这个输出环境吧，你刚才说的。嗯，对对对，就是 EQ 比较考验输出环境。那 E 技能也是要找那种 E 的话是要找位置，对位置的把握感比较重要。啊，然后就是你尽量让敌人是在你面朝的方向的墙上。对对对，这个位置吧，哎呀，这个话好绕口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练一下。但是刚才看若风操作的话，还是非常犀利的。这个啊，像我自己操作为什么就那么菜？我决定一会儿去研究一下。你多玩几把就行了。嗯，你大概玩这个叫什么？薇恩玩了多少把？三四十把吧。啊，
应该可能不止五六十把，应该也有。天哪，我觉得当一个英雄一直盯着玩20把的话，肯定对他的理解就上了一个层次了。这可能会说，你对这个英雄的节奏啊，什么东西都会理解，会高一点的。好，也是这个非常感谢若风今天给我们演绎这个非常潇洒的暗夜女猎手啊，行吧。好，我们这个今天视频就暂时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下次再见。